信心可用，那不正常吗？打野标配，玩打野的你要尽可能的锻炼自己能在少数的语言中表达自己的中心思想啊，明白我意思吗？你要是长篇大论，队友看不懂你的意思，那不就浪费你很多时间，浪费队友时间吗？你得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面把你想要表达的信息表达出来，这是打野的必修课，明白吧？所以我为了锻炼我的这个表达能力啊，就给自己搞了一个语音限制功能啊，懂吧？有道理不？这个盲僧是没线权的，这种局肯定要反向开局的。这种局如果不反向开局，男枪等下前面来入侵我们的话，要被打得一头包。反正尽可能离中路附近远一点吧。来下路找机会。我爆炸果实谁给我打了？买枪是不是在下半区？为什么爆炸果实没了？下来蹲一下先。约不了，这个月难度太大了。现在不确定男枪，你看，现在不确定男枪位置，这种音乐的话容易出问题的。他把我蓝给吃掉了，应该是。核心往下面拱。我不知道他治疗还在不在，我看他好像没交。不好打的。你看他治疗交出来了这一波。中单不见了， AD 回来了。快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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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治疗吧，那不是 W 吧。那可能是我看错了，这不我们家露露勾引的好，露露留了个闪现上去勾引男枪的，如果露露没闪的话，这波上去可能就要死了。是治疗还是 W？ 没注意到。大叔一级点 Q，Q 技能有百分比伤害的，而且对野怪有额外伤害。升个四级先，四级之后去拿龙。放个一技能回点血，这样炸一下让我们的野怪去攻击他，这样我们就可以回血。
先抓下吧。转个头，我们拿到助攻，把寻宝猎人给叠出来就可以了。兵线就不要吃了，留给队友吧。那我们拿龙吧。四级、六级、六级，这就是现在打野的等级。等级没有办法压制的，所以如果你玩那些吃等级的打野，尤其是那种男刀啊、雷克赛啊、杰啊那些梦魇啊，都很难玩。AD 刺客这个版本很难玩，因为太吃等级了，这种英雄太依赖等级了。没有不依赖等级的 AD 刺客，没有。AD 是一定要吃的 ，AD 头如果不吃的话，没有那个寻宝猎人。我毙了，我没状态了，我得毙了，他们去打架吧。好 Q。好杀。帮了下路。下路现在这一波游走。优势开始扩大起来了，等级比下路低是很正常的，很正常，很正常。这个版本打野不要等级，要等级的打野都玩不了了。你看这版本什么塞拉斯啊，还有这个什么大树啊，这些打野他不吃等级的，蜘蛛这些打野他都不吃等级的，他就是只要有钱就 OK 了。而且我们后面有饼干之后刷野速度很快的，因为有那个等级补给经验嘛。就是你的等级低于全场的等级的时候啊，你刷野怪是有额外的经验补给的，很呆的机制啊，说实话很呆。我刷了一个红 buff， 一个石头人，再刷一个三狼，三组野怪升两级。反正这个版本刷野快不再是打野的一个优势了，可以这么理解。先抓人，先抓人。我们这波没有先攻就很难受，打太套还偷不到钱。Q 一下回点血。下路这波直接被生吃了呀，我蓝都没有了，这波没战斗力了，我走了。昨天看个直播写的钻石，结果一查战绩青铜一，我昨天都没有开播。我前几天都没开播，谁开我直播的？大招30秒，这波下路。就知道，所以我没出来，我还没出来。
石头人啊，快跑啊，快跑啊，石头人啊！别想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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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一个够了。刷礼物能双排吗？我打完这把到大师了呀。石头没啊，石头没啊。这个时候跟我说石头没啊，那他剃下来干嘛？他没啊，他剃下来干什么？神经病啊！左一避了，左一避了，没避我来一波。摸不到，没办法，把线清了，溜了吧，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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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吧。别拿龙，别搞。空城计，确实。没办法，给他吧。往哪儿？来我这。空大了，不然双杀了。他应该按我这边的，这种时候不需要按塔下，他没看我位置，败了。还行吧，还行。我们这个优势到了中期是无敌的，无敌的，资源团随便接的。抓石头人有点吃力的，杀不掉的。上路没必要抓的，不需要抓的，给下面打打信号吧。先双面具啊，什么都别管，先双面具，然后再下来抓人。等我大招，等我大招。大树的大招 CD 真的很快，男枪感觉也在。他大快好了，单杀了，感谢金克斯送的一发火箭。减速，减速，难不难受？冰女在的，冰女在的，我可以卖一下。装逼是吧？装逼是吧？恶魔之勇直接烫死了男枪，把线推进来，把线推进来。左一去哪里了？左一不在，在中路，那没事了。石头人不见了，石头人不见了，石头人不见了，下去了。最后一发 QQ 死了，闪现 Q 死的吗？
本来我觉得我们应该是秒对面 AD 的，打的时间有点久了，露露保的太狠了，打了半天才把他杀掉。围绕资源，围绕资源。像我们现在这样丢一技能，对面玩不了的，给的压力很大的。ADC，ADC， 难死，男枪。那个不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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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有 W 的，追不了的。回来，回来，回来！不要浪，不要浪！打完先锋拿小龙了。我不去的，你们自己打吧，我不去的。这种就让队友打，队友打过了就直接结束，队友没打过的话我们也在这里兜底。很多东西都是可以但是没必要的，一定要弄清楚顺序，不要本末倒置了。他们可以拿，那我这波就直接毙了，直接 CD 鞋吧，钱刚好够，那就 CD 鞋了。一般这种优势法穿鞋也是可以出的。玩拆组也怪，打野刀出来了，放几个E，如果能炸到的话就能赚个七八十左右。对面神志不清，算了吧，算了吧。这蛤蟆不该反的，反这个蛤蟆肯定要出问题的。如果反这蛤蟆出问题的话，对面这波直接反大龙，那我们可能就要被翻盘了。直接嗑药吧，基本上最后一波了，大龙一拿就结束了。狮子狗本身这个版本就不厉害，加上这种英雄太绝活了。不是绝活，玩狮子狗我感觉好拉呀。狮子狗这种英雄对熟练度要求太高了。炸到谁了？我的一技能。可以，可以打，他毙了，打吧，打吧，打。其实这波不打是最稳的。
Nice。结束。如果想要深入的学习更多套路或者详细的思路打法，推荐大家加入教学视频群，群里有5个位置的完整版教学视频，并且都是附带思路讲解、复盘解析的。如果你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咨询导师，不论是版本答案、思路打法、符文出装等等等等。导师不仅仅会为学员解答，还会给学员推荐适合的教学视频，帮助学员对症下药，快速提高游戏水平。当然，如果你有任何想看的教学视频，导师也会帮你打素材，帮助你学习，不管什么分段、什么英雄都可以。感兴趣的同学可以直接加这个 QQ 群，私聊我们的客服就 OK。我们的教学宗旨很简单，无效退款，并且免费补课。